什么呢？说这纸黑了半个脸的。麻烦你，这不是天职，是无形。恭喜董事，再恭喜董事。你比一等一天过去的好。美呢，标签这，厚包里，高仿山，刘包里。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不说，不赊不欠是不算变，赊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还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你瞧，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不死啊，是恃才不散。这什么词儿啊？这是，在下王老好的便是。啊，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在这儿。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这怎么办呢？干脆把他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在哪屋住你忘了？我找他一趟去。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秦二爷在这屋住吗？人家做事呀。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这强强啊，他不在。啊，秦二爷在这屋吗？哎，不在营地厂。山庄。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秦二爷在这屋住啊？有，必然有。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啊，还真不好找。嘿，干脆请他一声吧。请一声。小店家有请秦二爷。行，卖馄饨的来了。大大大大大我吼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大大大大带啊，这秦琼出来了，这是带。好汉英雄困天堂，大大不知何日回故乡啊。唱着昆腔就出来了。啊，丁之洞二爷。乐了，里边一些。得打打打得。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得。啊，丁之洞二爷，将你二爷请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呀，请出一个个来呀、谁让你请他的？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我也给您炒得了。端来莫用嘛、您先等等吃。等等。哎，我这儿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有何话请讲当面。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要完了。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哎，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哦，怎么敢随你张二爷要钱吗？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进殿之事也曾对你演讲。您跟我说什么来的？等那蔡大老爷批条回门，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你就等他一天，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等他两日。那他要一年不来呢？就等他一年。他要一辈子不来呢？你就等他一辈子。像话，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您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怎么？我若死在你的殿中哦？是啊，殿之洞怎么样？还乐呢？还乐呢？你就发了老财了。您先等一等。哎呀呀呀，瞧这下，怎么意思？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我若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列起来。是是是，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你要头戴马冠。笑闹。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嘿，还有吉星画。只要我发财，身穿重孝。行啊，发财。腰系马鞭子。只要我发财，受那苦伤吧。衰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叔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老吧老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叫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不像啊。那是不像啊，好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又干嘛剥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理，家伙。哎得，我这火龙鸡要翻板啊！这个、好嘛，二爷，秦琼会点穴，这下还真干了。为什么呢？这不是天子，是无形。恭喜董事，赞同喜董事。你比一总一撇过去的好。买吗？标准这，厚包里，高仿山，刘包里。秦琼会点穴，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哎，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跟那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是啊，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欢迎你家二爷要钱么？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便宜你了。耶，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你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哦，这么你要先叫吗？哎，人皮与你没羞没臊。得，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在电传上。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策会。一子不给您还拆毁。商议商议啊，有话您说吧。您呢，阿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膘战马，
这样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行了您好，有道是何买于市价点之动。二爷千马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comes, 这还要唱呢 comes, 得得得得 come, 得得 come, 打起来 come, 得里个龙得里个浪打里个浪个浪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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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过了噔奔噔噔噔奔噔黄彪马好你别叫好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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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那儿噔一噔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秦时报冷不冷不冷不冷两轮雨这是怎么说的呢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一等儿郎的等一等儿郎的你还得等一等我等着呢我等着呢提起了此马等个里个冷的等你再等一会儿就得行我也不等这么多子头大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嘚里嘚啷你就甭说话嘚里嘚啷嘚你慢慢等我还慢慢等呢兵不马唐黄大人当个里嘚隆地东乡村玉藏早不行混之散天堂下欠下了电饭钱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您不卖了钱去了吧还没完呢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可完了走唱起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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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起来好街生儿在江湖下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贤妈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前扛起来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扛嘞前里咣当哎锣也掉地下了不知此马是谁家嘿嘿好呛扛起来扛起来
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哎，这又出来了。康斯莱斯康，你带那帮杜哥，怎么了？天之同卖黄标不见回转，一个俩仨，一个俩仨，刀将我亲自报两眼望穿。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绷子手，您要注意啊。带我出门去看呐、啊，走啊！扛且扛不累，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这位壮士，连跨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好马，人人喜爱，单车一件呢、哪一件呢、脑袋有瘤啊，没脑袋，镖头太瘦，他镖头瘦不消，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黎明，请，看看看看看看，这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那么坐着累的很不累的吗？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本不是此地人士。哪里人士？法国人士啊，法国青铜啊，没听说过。山东历城县人士。山东历城县毛有一好友，兄台苦从知晓。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哎，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不知是他们哪一家？姓秦名琼，字世热宝。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何出此言？此人落魄得很呐！哎，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不才就是在下。啊！怎么着？你是秦二姑？不敢。石宝？有法的不敢。请来上座呀！呱！这儿轰鸭子来了。为什么呢？说正事，卖老板的脸呐！打败你，这不是天真，是无邪。空气动，战斗动，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值得好。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不去，我怕崩身上血。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衣服便宜。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谁说的？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啊！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大妈，别走！牛仔裤，牛仔裤，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尼号知道吗？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不是，我是说您老愿意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这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倾倒一片。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小马，你真幽默。买一条吧。啊，给我来一条的牛仔裤。哎，38裤腰的。这也太肥了。穿不了嘛。穿不了。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给我大爷啊！啊，不早说呢。有，你这没有？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我这件怎么样？你那都穿过了。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130贵。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我不用穿。人是衣服嘛，是按合不合适穿上看。来，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好，你大爷穿这个不能脱，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不是你大爷不能脱，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行，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衣服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叫啥不？啥呀？能耐。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嗯，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会来找你啊？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用卡，找你，你承认呐？那倒也是哈。哎，那两大包衣服呢？全卖了呗。2大包衣服都卖了，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快去！哎，真高兴，我是真兴高，3000多块大片揣进我的腰，揣进我的腰。妈呀，坏了！我这钱呢，全揣那件衣服兜里头了。可能是我记错了。
钱不是你们的，我上那家去问问。哎，大妈你别走，哎，老公快来，我把大妈给逮住了。你抓小偷呢？你干啥呢你啊？那小身板还跟我玩相扑呢。大妈，大妈，我。他是谁呀？我刚才卖你衣服那小伙儿啊，是他吗？是。那刚才脸没这么大呀？这不是急肿了吗？媳妇儿啊，你看大妈一笑，多漂亮啊！啊，可不是，高鼻脸娃娃脸双眼。大眼皮，我是蛤蟆呀。大妈皮肤好，白呀，白胖白胖的，漂白漂白的，像大馒头似的。那大妈长得慈眉善目的。大妈，你福相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啥吧？我信良心。大妈，你要信良心的话，那就好办了。你凭良心说，这衣服兜里是不是揣一沓子钱？你还问啥呀？这不大妈给咱送钱来了吗？大妈，你是我亲妈，亲奶、太奶、祖太奶。得了，一会儿我变成兵马俑了。大妈呀，实在是对不起，刚才呀我都不知道。行了，你们俩呀，在市场卖点衣服。风吹雨淋的也不容易，将心比心，我能昧下这钱吗？是，孩子，记住了，这做买卖啊，这价格可以打折，做人这良心可不能打折啊。查查看够不够？啥意思啊？大妈，你拿着这件衣服，我们白送给你了。对，我能白穿你们衣服吗？这都有本钱来的。大妈，这是一件残次品。残次品，啊，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呐。嗯，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正好是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再见。为什么呢？没准就只背露半个脸呐。打败你这不是天真，是无邪。一整过去了哈。一二三四五，打工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嘿，一二三四五，把钱给我。你是谁呀？我是你爹。你谁爹？把钱给我，我饿了。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啊。你是我闺女。这老头糊涂了。我饿了。你让车撞着。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我给你买饼干去啊。这儿有饭馆，这他都不糊涂，豁出去了，我领您吃饭去啊！哎，好闺女真孝顺。老板，哎，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吃鲍鱼、龙虾、大闸蟹。我的妈呀！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素馅包子最便宜了，8块钱一斤啊！来半斤素馅包子。好嘞，半斤素包子。再来俩炒菜啊！不用了，我吃炒菜。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啊，可好吃了。端包子去，端包子去。真抠门儿，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包子来了，老板娘、哎，有炒菜吗？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来一个溜肥肠。好嘞，溜肥肠。我吃溜肥肠。那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好家伙，你瞎说什么呢？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儿的肥肠肯定洗过。哎，啊，那就来一个
红烧鱼。哎，我吃红烧鱼。不吃红烧鱼啊，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好家伙！哎，先生，你别走啊！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我这您听他的干嘛呀？听蛤蟆叫唤，你还不够喝了？我吃蛤蟆。那个还，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别说了，别争了。那个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哎，我再来上一个。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谢谢您喽。来扎啤酒。你说什么？还要啤酒？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没吃饱。没吃饱，吃包子。我等着吃鱼呢。没有鱼。有鱼。没有鱼。鱼来了。有鱼吗？不是，那鱼是。鱼过去了。过就过去吧。来，您坐这儿，背着点那鱼。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我喝啤酒。啤酒不好喝。好喝。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你瞧，吐了吧？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我是糊弄老爷子呢。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炸了。先生，您呐，别理他，他有毛病。我看他也是有毛病。是。耶，这鱼烧的不错啊！我吃鱼，鱼不好吃。好吃，它都吧唧嘴了。那您也吧唧，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不吃。六，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呀、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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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刺儿。我不怕刺儿。哟，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咔咔咔啊！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鱼刺卡住了。哎呦，瞧，卡住了吧？都怪你，你老说卡住，我卡住了。哎，他嗓子要出了毛病，你得负责任。来，喝点酒。啊，好多了。谢谢您，卡住了。有这么说话的吗？不，你卡住，他就不吃鱼了。什么人呢？你这是？你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他不是我爹，谁信呢？你还是不信？这，嘿，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闺女。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是他爹。哎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承认了吧？真是。那个不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这在大街上，嗯，对，我不认得家了。对，您就碰见我了，后来您就说您饿了。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我是他爹。又回来了。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啊。哎，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就是。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没有他哪有你啊？没有他有我，你奇怪。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老爷子，您说怎么办？我吃鱼。哎，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啊。你吃包子啊。吃包子，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我吃鱼，不，这怎么回事？你看看，你看看啊！哎
有，我逼着你亲爹抢人家鱼吃。没有，他糊涂了，他没办法，他只有装糊涂。装老爷子想吃鱼呀、啊，冲你闺女要，就是，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我不孝顺，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呢？我是你爹。这不是我爹，你这怎么是我？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了。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哎，他不是你儿子。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不是，他是谁呀、啊？他是你媳妇儿。这还真般配。咱们本来就是两口子。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我看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们更不认识他了。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不，老爷子，你别着急啊！您干嘛，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妈呀！老爷子，别着急，别着急啊！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老爷子，你上滑，走进滑，走进滑。哎呦，我认你，我认。你认我？哎，叫我爹。哎。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我再给您加俩菜。哎，你们，我也认你。我们都认你，爹。好孩子，您坐，您坐啊！都是我的好孩子。哎，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快看，快看啊！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哟，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打个电话吧。哎，别啊！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哎。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啊！哎呀，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儿吃啊！哎，你带着我做孙女。哎，爷爷，又成孙女了。为什么呢？没准就是黑楼半个脸的。你还不是天真，是无邪。恭喜董事，再恭喜董事。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值得好。是选对象，哎，但愿能成天仙配。哎呦，庄严的时刻就要到了。姑娘今年28，一朵鲜花要蔫儿了。
是找对象，也不知道他是个西葫芦还是个大倭瓜。哎呀，庄严的时刻就要到了。哎呀哎呀，对不起，什么人呢这是？满园春色没关注，一只红杏爬出来，有缘千里来约会，无缘对面不认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哎呀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哎呦，哎，同志，您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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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这个地方没什么可坐的，那就站着吧。某女，28岁，家庭条件优越，自幼喜爱音乐。愿找一位在镇海工作的热爱文学的男士为伴。某男，53岁，35岁，从小酷爱文学，精神正常，想找一位喜爱音乐的女士为偶。来信必付，邮政编码119119。我姓董，叫董文杰。我姓爱，叫爱音乐。爱音乐同志，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你以前就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问题吗？啊，不不不，追求我的男人非常多，可是他们素质实在是太差了。不是吗？有的人刚见面就问我，什么？你会做饭吗？哎呀，这简直太俗气了吗？您呢，文学同志？哎呀，彼此彼此啊。我自幼喜爱文学，想找一位喜爱音乐的女士结为终身伴侣，可是我连续谈了好几个，他们不是五音不全就是唱歌跑调，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今天当我一见到你，我就感觉到你的身上有一股五线谱的气质。哎呀同志，我能在音乐方面向您请教一下吗？您真是太客气了，在音乐方面你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提出来问我就是了。请问什么叫中乐，什么叫西乐？啊，中乐就是中国音乐。那西乐呢？西乐就是西方音乐。那军乐呢？军乐就是军队演奏的音乐。那民乐呢？那就更好解释了。民乐是什么？民乐就是民工演奏的音乐。哎呀同志，哎呀同志，我和你在一起，我仿佛进入到了一个音乐的大庙。凡是接触过音乐的人都有一种超凡脱俗、走火入魔的感觉。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仿佛变得聪明起来了。哎呀同志，您真了不起啊。没什么没什么，其实我倒是觉得你们懂文学的同志那才叫真正了不起的呢。哎，文学呀，它就是要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了。是吗？啊，那么您经常看书，您一定知道什么叫做散文。散文，它就是挺散的，不集中。也就是说，你要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把集中的东西给它弄散了。哦，那什么叫成语呢？成语就是现成的语言呢。哦，有一句成语叫做大智若愚，什么意思呢？大智若愚，大啊，它是形容一个人长得大智上像条鱼。那么后起之秀又什么意思呢？后起之秀，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吧。啊，你们家里边最近刚买了一把菜刀，他新买的时候上边有锈吗？没有啊。那什么时候起的锈呢？后来起的。后起之秀吧。
我最不懂的就是那一句了，叫做不屈不挠啊。这个就要从生理学和骨骼学上来解释了。您还懂得医学？各门科学之间它都有着内在的联系的。不屈不挠指的是挠痒痒。挠痒痒？对。当你挠痒痒的时候，如果你伸平了五指，你就没有办法挠。不信你试一试。这叫搓。对，这叫搓。你再把手指关节弯曲起来试一试。哎，是可以拿了。对，不屈不挠嘛。我活了28岁，第一次碰到这么有学问的人。可是董文学同志，您的知识这么渊博，为什么偏偏要找我们搞音乐的呢？我认为文学和音乐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就好像天仙配里的董永和七仙女。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嗦西西啦嗦西，啦嗦啦啦啦嗦嗦嗦西西西。停！让我即兴赋诗一首。啊，你的眼睛，这前边还有一副眼镜儿。我透过你的眼镜看到你那又大又黑的眼睛，哦，那是明亮的眼睛，那是灰色的眼睛，那是朦胧的眼睛，哦，那不是松花变淡，那是火眼金睛。这首诗写得太美了，我一定要把它谱上曲子，让它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亲爱的，你怎么了？爱音乐同志啊，最后我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要问你。请说吧。你4728的妙龄找我这样一个5735的大龄青年，而且我已经开始秃顶了，将来你不会感到遗憾吧？我不会的。有一句名言说得好。什么？人多的路上不长草，智慧的头上不长毛。为什么呢？没出正事，背楼半个脸的。你这不是天真，是无邪。公鸡懂战斗，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值得好。啊，知道知道。瞧我这身衣服没有，这就是古彩戏法的形态，这里头学问大了。什么学问？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你要什么，我立马给您变出什么来。
那好啊，既然陈佩斯这么有表演欲望，那就请问一下，1994年十二生肖是什么年？狗年。好，我立马给您变出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狗来，欢迎。朋友们，请看，一张普通的布，里外两层，什么都没有，这谁都看见了。往这儿一搭，您看，这就立马给您变出来。怎么了？属实吗？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啊！我明明抓了只狗，你怎么给我弄了只鸡在这儿？别砸了！行，我也知道，你也不打算和我合作，你瞧不起咱这民间戏法。行，我悉心向您学习，咱看看您那美国戏法怎么个变法。请吧，下面由我为大家正式表演。我首先送给朋友们一束鲜花，大家看，我这两个手什么都没有，在袖子里。当然了，有时候陈佩斯他也略知一二。就这两下子还用上美国学习吗？这我再送给朋友们一个横幅，恭贺新喜。我变魔术有时候大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突然间这种戏法一般在我们民间呢，它都是藏在脖领子里头。没想到朱时茂，您这戏法不像是美国学来的。我这只是雕虫小技，下边我给你变个高级的。好啊，大变活人。朋友们，我请哪位朋友上来和我一起来合作？有吗？有吗？来来来，请上来。哎，等，哎，我这个等。哎，您贵姓？我姓朱。姓朱，朱时茂的亲戚。走，别，走。这在戏法里这叫托，对不对？啊，兄弟，对不起了啊。哎，佩斯，哎，你把他们赶下去，谁来和我配合呀？有本事的话，你把我放进去变没了。我这个和别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这个把你的性别都给改变了。你说什么？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是男的，出来你就变成女的了。我活了40年当爷们儿，我这回进去变一变。你要不要和你太太商量商量？我们家我说了算。今天我让在座的朋友们一饱眼福。你快点，我这里憋得慌。我琢磨着还是回家跟我媳妇儿说一声。你说什么？万一她要是不同意呢？现在晚了。我们再来证实一下，请问小姐你贵姓？我姓陈的。叫什么名字？陈佩斯啊。以后大家在春节晚会上看到的并不是我和那个光头的陈佩斯，而是和这位漂亮的小姐。朋友们，你看我说变又变回来了，怎么样？陈佩斯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魔术啊。哦，他说他瞪大了眼睛看都没有看出破绽。呸！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真是无耻啊你！就这也叫魔术吗？朱时茂啊！我今天让你开开眼，看看咱们真正传统的古彩戏法，炮打活人，见过没有？这不见过吗？见过。这古彩戏法的魔术和你们不一样。怎么了？你们那套洋戏法，这大炮摆在侧木条边上。人从这进去，从后头就溜了。那你这我这个摆在地当中，大家瞧着，人从这进去，还从这儿出来，这不废话吗？这是一炮崩出来啊，崩出来，关那是不可能的。去让你开开眼。好啊，哪位观众？勇敢的观众上来。哎，不，帮我这个忙。没关系，大家都别上来，谁都行。佩斯，你也别找你的托，我来找。好，可以，找谁都行。我请一位，就是您了。老妈啊，你把你太太找来，你这不是找我麻烦吗？别人我不相信，我就相信他。好，可以，谁都行，来吧，来。
来，谢谢朱太太合作啊！不用你，好好好，你自己来啊！当然，帮帮忙也是可以的。走着啊，走着，一、二、三，进去吧。再往里跳快，我让他往里一点。那是人，我知道。我喊三下就发炮，观众席里马上找人，谁捡着谁说话啊！一、二，怎么了？臭子儿，看他没事儿吗？没事儿，一、二，赶快找人，赶快找人！啊，哪去了？那在不在？找人，在那儿，在那儿。看看，对不对？哎，我说太太，你怎么到了那边去了？还说了，我也不知道。老帽，我上那上去啊？对不对？我太太还能有错吗？没错是吧？当然。哎，那你再注意了啊！一、二，你干嘛呢你？没事，我随便打着玩呢。你看看那是谁？耶，没错吧，老帽？你是谁？我是你老婆呀。那你是？我是你太太呀。看谁？你是谁？什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陈美色，你这不是让我们家庭不和吗？老妈没办法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钻进去。啊！我再打出三个朱氏帽来，一人一个。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不是，没问题，我钻不进去呀、啊，绝对安全。我怎么钻呢？头朝下。我钻不进去，我怎么？你看，这不是正好吗？你看，哎。哎，朱世茂！啊啊！你们把他弄进去了。朱世茂，你要能打出三个陈美思来，我立马进去。朱世茂，好、啊，准备好？没准备。啊！笑死了！来，一、二。唱着昆腔就出来了。啊，定池洞二爷，乐了。里边一些，哒哒哒哒。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哒。啊，定池洞二爷，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耶，请出一恶格来呀、啊！坏了。老太太找回来了，小伙子，这儿没小伙子。哎，刚才我在这买衣服的时候，是个小伙子在这卖呀。你记错了吧？我没记错，我这件衣服就是在这儿买的。这件衣服啊，我们这儿从来就没卖过这种衣服啊。啊，我刚从这儿买走啊。你肯定记错了。我肯定没记错，是在这儿买的。有发票吗？没有。信用卡呢？也没有啊。那你啥都没有，跟你啥时候是在这儿买的呢？来，看看，让咱先让看看，你是谁？什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陈美色，你这不是让我们家庭不和吗？老妈没。
没办法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钻进去。啊！我再打出三个朱时茂来，一人一个。